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动旋盖车。打开电源开关，它有两种功能啊，直接也可以做压盖子来使用，上面有升降。啊，关掉，打开，旋盖。螺纹孔，10到50毫米的盖子就可以啊，把盖子平整，盖子打开，放平好，放过来，定位，这里是定位的啊，放在手里啊，就可以，横起啊，